咁我香港人經濟健康加油啦，寫好冇？哇，真係好凍！咁其實我之前咪話咧，我會將呢個 channel 裏邊咧有啲部分嘅收益咧就會做慈善用途嘅。咁我而家諗緊啊，可以點樣做呢？我揾緊其實，咁其實咧我而家就諗住咧，先用部分嘅廣告收入啦，咁用500 yen 就買個攰物，就幫你哋香港人咧就騎下身體健康嘅。咁我要買只攰物先喎，咁我睇睇呢度先啦。咁樣有隻牛嘅，咁 OK， 我去咧買只攰物先。OK。大家就送他回马去。他是有的。哦，爆晒水蒸气。OK， 我去买先。先生 ，Emma 一千米，お願いします。Emma 一千米。はい。はい。どちらに食べますか？どういうふうに違うんですか？こちらは今年の合格。はい。こちらは今年の今となります。じゃあこちら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では新年を食べください。あ、はい。先生1万円出します。原來是1000円嘅，不過唔緊要，我就幫大家寫呢個攰碼啦。係。係，老母。OK， 買咗攰碼啦。喂，咁我擺低先，咁我就去嗰個地方度寫先。你知好會俾埋支筆我，咁我企擺好啲嘢咧，我先再慢慢影俾你睇。哇！好亂啊，唔夠人啊，我真係想要多個人幫我。OK， 咁呢個啊係貨今年嘅，求OK， 咁大個，零和三年。呢度畫咗一隻牛同埋上面嘅梅花。OK， 咁我就寫呢個攰碼。咁我點樣可以俾大家睇睇先？啊，先俾你睇下呢個，就係貨今年嘅。咁另外一款咧就係有個牛喺度嘅，可以睇下係咪咁。咁呢個咧個牛咧就係個合格啦。咁都話咗呢個加鹽酒精咧係學問之神。哇！搞唔掂啊！咁我要影住俾你睇點樣寫呢個鬼碼啦。咁我要影低先。咁咧先写呢个凤鸭嘅。最初三文字点解你手好好冰啊？擦下手先。O K， 咁大家睇啦，凤鸭。咁我写上面冚住，咪好奇怪咯？我影上上面。咁呢個寫個人都 OK 嘅，唔使寫個入字嘅。OK， 之後咧就幫大家寫啦。香港人經濟健康加油啦，寫好冇？2021年加油！
OK， 咁再我幫大家代表寫翻先。冰刀开放了，请看。哦，我从来没看到。你看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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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我拎写好呢个盔马啦，咁我就行入去挂果好多呢度，超级劲多。行呢边先啦，搵个靓位啊！哇，劲多啊，爆晒！咁我搵个显眼啲嘅啦，咁我唔会挂喺呢度啦。OK， 我幫大家掛好啦，咪就係喺呢度嚟嘅。最緊要，咁我哋轉嘅呢邊啦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2021年加油！希望大家有新，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新年，身體健康。咁我就完成咗呢、這個。我完成咗呢度之後咧，啊，再去呢度，呢度拜拜先啦。第一個又係啦。啊，都冇咁明顯啦。OK， 好，我就行去買十二生肖嘅神籤啦，再寄翻去香港度送俾大家嘅。希望大家送俾你嘅朋友嗰陣時咧，我可以有一個快樂嘅時刻。